做了一个流线型，而且预留的这个空间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说的话我们这边的安全性呢是非常的不错的，包括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八个安全气囊，前后都有就算了啊，我们左右两边都是有给大家做到安全气囊的，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保护您和您家人的一个安全，对不对？就是其实我们都其实最主要的在车，其实大家说哎你这有什么用嘛啊，你这不可能发生意外的，但是我们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，对不对？咱们中国人有个习惯未雨绸缪，咱们喜欢存钱，咱们喜欢把这个眼光放长远，这都是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主播有多高宝贝，主播的话1.73米90多斤啊，90多斤。后备箱这一块的话，打开咱们会有一个备胎啊，有一个备胎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左右两边的话有一个嵌入式的储藏空间。您像平时比如说你有一些重要的文件呀、包包的话，可以放在侧面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比较好拿好取，而且的话这样的话相对来说隐藏性还是比较不错啊。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座椅往前放倒的话，储存空间的话200多升，不放倒的话这个距离大概是有400多升，接近500升的一个储存容量。平时像您去旅行呀、一家人的行李呀、包裹啊什么放在后排的话，都是我们后备箱储存容量是完全足够的啊，完全足够的。可以看一下90多公斤啊，谢谢你哦！我要是真的有90多公斤的话，我就去学那个举重，去学健身了啊。途观380悦享版现在优惠多少钱，宝贝儿啊？如果说您问落地价，详细咨询一下后台。目前途观综合优惠是3个 W 加啊，综合优惠3个 W 加，看您选的那个配置，基本上的话跟咱们的这个指导价的价格差不了太多。图官友可以看吗？望尘莫及老板您好，你也是来我直播间的我们的老粉丝了，因为今天我们做新威昂的专场，所以说其他车型可能暂时大家看不了，明天我们还是依旧给大家做我们正常的一个直播啊。